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今天是大寒，是24个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，意味着最寒冷的时候已经来了。怪不得这几天这么冷。大寒一般有喝腊八粥的习俗，也不知道我要不要去喝一碗。是，你要记得去喝。还有呢，就是大寒过后呢，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了，所以这个时节充满了浓郁的年味。过了大寒又是一年，但是随着24个节气的播报结束，我真的很佩服这些老祖宗的智慧，能够把天地人们的事情都浓缩在这个24个节气里。真的，我们的祖先真的是太伟大了。你觉得呢？